我是小 V， 咁咧好开心啦！咁今日咧我收到一款 Clean Body 嘅新产品，美白牙齿嘅一个套装，佢就讲咧可以六日之内咧就可以美白牙齿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试下系咪真系咁劲啦！而家嚟开箱俾大家睇下。咁咧打开箱之后咧会见到啲乜嘢？你打开下先。咁咧就会见到呢几样嘢啦。这个是给你看到你的牙是什么颜色的，那等一下试一下。跟着说明书，跟着就是部机啦，那我拿部机出来试。哎呀，好像个牙这样的东西的。那里面呢还有一个袋，那我可以袋回啦，那就有 Clean Body 的样子的。跟着呢还有条插电线。好，跟着我呢就俾大家睇下呢一嚿啦，系啦，呢个产品啦。咁咧，再开嚟睇，佢咁样攞出嚟嘅，咁啊拍入去嘅啫。佢上边咧，两边都有个磁石头嘅，系啦，咁咧就可以拍入去啦。咁其实除咗佢可以咁样磁吸之外咧，其实佢系可以充电嘅。咩意思咧？就系呢个位置你见面都有充电器啊，你可以喺呢度充电啦，或者呢度都有嘅。咁即系其实你可以独立充，或者喺呢度充都得嘅。咁有埋呢个咧，咁咧佢吸住就咁样保存住佢啦。除咗呢个之外咧，咁其实咧仲有呢一个美白 gel 嘅，入边咧 total 咧就有三支，咁配合翻个牙齿美白仪咧一齐用嘅。用个产品之前呢要睇下自己棚牙咧系咩颜色啦，系啦，呢只色。咁官方就话咧，做完六日之后咧，最多咧可以美白十个度噶。呢个表咧就可以俾你 mark 翻低个前后对比啦。咁其实佢用法就好简单嘅啫，咁基本上咧得一个开关仔咁样嘅。咁你会见到成个胶呢啲就系啲灯啦。咁我等阵都会试嘅，咁佢其实咧佢一开就照20分钟咁样，咁照完就会自动熄噶啦。咁但系照之前咧最好咧就喺只手度啦，系啦，照下睇下有冇敏感咁样啦。咁如果冇敏感嘅话咧，咁就可以用落个口度啦。测试嘅时候咧就唔好直接望啲光，可以咧揾块布咧冚住佢嘅。挤呢个美容 gel 嘅时候咧，上层同埋下层咧。都要擠嘅，一支咧就分四份嘅，咁每次用半支，幾易推嘅都。跟住下面又擠半支，總之留翻半支啦。見唔見到？咁樣，咁我擺入去啦。咁啊，應該係咬住佢咁樣嘅，睇住我。我用嘅时候咧就冇咩特别感觉，即系咬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胶嘅味道。用完之后咧朗下口就 OK 噶啦。咁我而家咧睇下啱啱用完之后咧，我啲牙系咪即刻有白到咧？即刻试下先，系啦，睇下好似有白咗少少啊。咁其实呢一部机最主要嘅技术咧就系佢嘅好多种嘅光波。咁佢有红光啦、红外光同埋蓝光啦，配合埋美白凝胶一齐用嘅话咧，除咗有美白同埋去除牙齿污渍嘅效果之外咧，仲有助增加细胞嘅生长，咁咧可以促进翻牙肉嘅健康，加快翻呢个伤口嘅愈合噶，同时可以控制翻口腔入边嘅细菌水平啦，减少口臭。咁我就试下做一个六日嘅疗程，睇下效果系点。用完六日之后咧，我自己睇咧就觉得白咗啲，大概咧系白咗五度左右啦。不过咧唔知道效果可以维持到几耐啦。想知嘅话就继续留意我哋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睇翻下面嘅说明栏啦。咁咧都会有一个折扣嘅。如果打 VNT 15嘅话咧，买 Clean Body 嘅产品咧都会有85折噶。Clean Body 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美容产品，而且定期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优惠。有兴趣嘅话咧，就自己睇下啦。
好啦，鍾意我哋條片同埋評測嘅話呢，就唔好唔記得畀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啦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。